来了来了来了，开始了！看见两个九黎城170级的首次展示，宝宝五只造型，就两只一样。我不管，直接超飞，化24直接金刚。对面的所有的怪都是一体的，两个九黎城按照自己的发挥。地府的话有特技就用特技，什么野兽啊、魔兽之印呀、啊、之类的啊。兄弟们，这是归墟，这不是普通的难度任务啊，这也不是侠士副本，绝对不是普通的乌鸡割草。3754的面板也就能飞个6000-7000的啊，这个野鹫用的就比较好。一回合下去对面6-7万血吧，但是咱们下回合得休息。来看九黎城怎么说。地府用阎罗令，还不错还不错啊，全部秒1500，就等于总共秒了1500。对面横扫以后掉了14000血，也就还有14万的血。我操！哎，我靠！哎，我靠！无常神佑以后切换了造型，结果被无形三连狂干。风影暗刃2000，2000，2000，不是吧？你这也没比大唐强多少啊？4000、6000，15000，15000再加8000，我操，23000！月月这回合输出了23000血啊！这是三星归墟啊，兄弟们，还可以。宝宝只能打1000多血，比宝宝强多了。兄弟们，他们比宝宝强，比宝宝强就代表着比神狗强，比神狗强就代表着。对吧，逻辑是不是没问题？地府读一下吧。当一个门派输出比宝宝稳定的高的时候，就证明这个门派一定门派一定比那个门派厉害。来看这个，刚才月月一回合输出23000，直接出明星激发的孩子。地府别用阎罗令了，大哥，你读两下吧。阎罗令，哎呀，我操！地府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我以为浓眉大眼的地府里不会有大唐那么水的。这还得是师徒呀，大哥啊！这样下回合死仨，死俩我都会拉啊。你变个猪也算是本色出演了。你说你操作呀，我让你读你就他妈在这故障秒，这是归墟，你老秒秒秒秒秒7个1500，其实就是1个1500，这怪物血量特别多啊，啊都快灭队了。我不管，我侵蚀飞机了。化成四拉，你挑一个喜欢的妹子拉吧。你现在有两个夫人，同时得病，你只能治疗一个。这里死了没有损失，没事啊。